我给你们演示一下怎样打包睡袋。这是睡袋，打包之前要把所有的拉链都拉上，这样就方便。好了，这么小的袋子，这么长的睡袋，怎么放进去呢？其实很简单，抓住睡袋的一头，把它往里塞。塞的时候你要不停地转动，好热呀！两腿夹紧这个袋子，这样它就不会打滑。收口，然后把这个把一个活结塞进这个口里面。好了，现在这是松的，我们要把它绑紧，就拉下面这个袋子。你拉手跳，你拉着。胳膊肘往下压，你看已经拉出很多空间，再往上拉，再转，胳膊肘往下压，还是有空间，再往上拉，再压一次。好了，怎么样？很大的一个睡袋装进去了，你也可以试一下。